V 字衣领、雅致的缎带飘带、绣着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文，南台古装剧的传统服饰元素被大量应用在现代服装上。为了宣传韩服之美，南韩韩服振兴中心与国内文化艺术工作者合作，设计韩服式的工作服，以圆润曲线代替笔直缝线的衣摆线条，或是利用宫廷瓷器花纹做成的围裙，让韩服走进日常。透过国内观光景点以及海外文化院提供韩服体验，希望把这项文化推广出去。국내에서는한7군데단체한글박물관이외에6군데가지금도입을해서입고있고요국외에서는터키문화원영국문화원등두군데서지금저희가개발한한복근무복을착용하고있습니다저희가이제일상속한복입는문화확산을위해서여러가지사업들을하고있는데그일환으로해외에있는문화원이나대사관세종학당등에한복그패키지를만들어서저희가제공을하고있고요工作服之外，南韩学生穿的西式校服也利用韩服宽松的特性改良，让学生穿起来更舒适，活动更方便。目前已有34所学校引进。韩服振兴中心也积极招募人才，希望韩服能多元应用。1년에한번씩신진디자이너들의공모를통해서또이제젊은신진디자이너가한복에유입이될수있도록저희가공모전을하고있고요또그것뿐만이아니라이제교복근무복도개발을했지만2년전부터문화예술인들하고같이협업을해서요이제작년에는브레이브걸스이렇게아이돌하고도같이협력을해서무대에서도입을수있는이런무대한복을지금개발하고있습니다疫情考量，振兴中心也开办线上商店，希望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韩服。未来也希望更多设计师加入，振兴韩服产业。中央社记者廖宇阳首尔报道。